开车导航要到竹围海滩，没想到竟然是考验的开始。第一关超窄道路，难度两颗星，顺利通关。第二关难度提升到三颗星。巷弄内突然出现许多人，大家赶紧靠两边站，几乎是紧贴着墙壁。道路窄到驾驶一个手抖，可能就会撞到人。原本以为第二关过了就海阔天空，没想到终极魔王关卡出现，阿贝竟然牵了一头牛守在巷口。驾驶看到傻眼，紧急停车。只见阿贝挥着手，驾驶不为所动。阿贝又在挥手，驾驶似乎才理解阿贝示意要他往前开。没想到驾驶才踩下油门，引擎声就把牛吓跑了。是不是常常有牵牛出来散步啊什么的？对。影片笑翻一票网友，牛出来的时候我笑了。 Google 地图总会有满满的惊喜。竹围海滩附近巷道复杂，跟着导航走，一路上关卡重重，甚至还可能被误入歧途。向左转，然后目的地即在您的右手边。一转过去，不是黄金沙滩，而是废弃住宅。开车导航到竹围海滩，宛如道路挑战关卡，危机藏在巷弄内，考验驾驶人技术。借刘志展、王毅的桃园报道。一些睡眠问题的话，可以来试试看我们旺旺推出的这个梦梦水，睡前三十分钟喝上一包，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。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，这个地方有我们 QR code，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。这里呢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， 要请大家多多支持。